小叶今天来到福冈博多，要带大家去 Team Lab 玩。对 ，Team Lab 这个艺术展览啊，其实是在日本啊的东京跟大阪都有设置一个长期的会馆。那每一个地区它都有不同的主题，一个光影艺术团队，然后配合他们的 3D 互动等等的这种游戏创作，然后可以去看一些光影结合的艺术作品。对，艺术作品。对，那我们刚刚从博多地铁搭。他那个地铁站到唐人町下车之后还要再走15分钟，我们现在赶快去福冈小巨蛋来看看这个 Team Lab 的森林光影展。 Let's go， 是博多的地下铁，然后唐人町站，从唐人町站这边出来以后，我们就沿着旁边的人行道，然后待会在这一个路口左转直直走，就可以往福冈巨蛋的方向。这边就是指示标，对，就这个啪啪洞，啪啪洞就是福冈巨蛋的名称。它里面其实除了 Team Lab 的展览在五楼以外啊，它也有其他的展览，像棒球相关的名人展这边也有展出。那我们就沿着这条路自己走，大概走10分钟左右就会到。刚刚一直沿着就是地下铁旁边这条路一直走，旁边就是这个他们有个江，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，蛮凉爽的这种天气，散步走一走，大概走不到5分钟，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巨蛋了。福冈的啪啪洞，你看到吗？这圆圆的，圆圆的就是啪啪洞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继续往这个啪啪洞的位置前进。其实走起来没有想象中的远，但如果这边就是夏天很热很热的情况，的确是需要有点雨伞来遮一下。这边有个指示品牌，啪啪洞，我们。OK， 那在日本呢、啊，就是你推娃娃车也很方便，因为他们的人行道都很好推，可以马上看到。对，就是如果带小朋友来喜欢棒球的话，也可以推来玩一玩。那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啪啪洞在哪？那这边有个。Shopping Mall， 伊德利，伊德利，台湾也有伊德利。对啊，看要怎么通到那一头去，应该是人行道吧？啊，有啦，人行道上面有写福冈啪啪洞。其实走路真的没有什么好拍，只是沿路看一下他们的建设。它这个地上都有铺纸花垫。好，往这边走。好，这是我们刚刚来的地铁站，唐人町站。看一下风景。好嘞。这边哪个？这边400公尺。我以为是直走，那它是直行吗？这么多人，直接冲去的话，其实大概可能就没有办法。不是的，这个品牌应该是蛮大间的。连往前走，往前走，这边都这四个品哦，里面其实有像百货一样，蛮多商店街。那我们继续往巨蛋走。那你这边已经有那个介绍了，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 Team Lab Forest 森林。你们看到超美的，超美的。然后我们如果下载软体啊，就可以现场跟它互动。然后我们从后面走过去。我们现在做拐个弯，已经可以看到啪啪洞。那福冈巨蛋就在那边，很明显。我们就往那个方向继续往前进吧。那个手扶梯，手扶梯上去就是啪啪洞。
到哈巴洞，我们要进去，然后展览馆在五楼，然后我们其实已经买好票了，电子的，应该刷一下就可以进去。先找一下那个入口，是福冈巨蛋嘛，所以平常也会有很多棒球赛事。刚看到上面有个很刺激的东西，好像云霄飞车，有人坐在上面甩来甩去，那好像就是他们的轨道。好，我们去找那个换票处。这边，在这一栋，它顶楼有游乐设施啦，难怪刚刚看到那个轨道那边有人好像在玩云霄飞车一样。对，我们就是在五楼的这一个 Team Lab， 还蛮多展览可以去参观的。我们从这边进去，然后这边就可以买票上去，这边有一个自动贩卖机，然后有美食街，然后电梯上去就可以到五楼。因为我们有买票了，所以我们就直接上去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的票价，听 them 的介绍，大人是2200的日币，小孩是800块的日币，那你也可以在 KKday 上面有换手。那我们准备搭电梯上去喽。那我们在门口下载完它的 APP 以后，进来就可以有一些跟动物的光影结合 3D 的互动，它沿路都会有一些指示的标志，教你怎么去使用，怎么去玩。进来以后，你就会看到整片都是这种彩色灯光呈现的动态影片，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在森林里面跑来跑去。那我们可以透过下载的 APP 来跟这些跑来跑去的动物们做一些互动。看你的互动 APP， 那这个 APP 呢，它都是日文的界面，有一些图示引导可以教你怎么样去进行。那主要就是它会透过一个爱心键的方式去捕捉这些动物的图鉴，那这些动物的图鉴捕捉进来之后，它就会介绍这些动物的生态环境、它的名称、它的体重跟它现在在地球上的生态的足迹。对，那它除了森林的动物以外，它也有一些像鱼类啊、虫类啊，或者是鸟类，它各式各样在森林里面会出现的动物，都有相关的图鉴可以去捕捉搜集。透过这个互动 APP， 你可以更了解森林里面的各种动物生态的足迹。比较可惜的是，这个 APP 都是全日文，可能需要透过一些翻译软体，可以更详细的知道这些动物的生平。在这个森林灯光的背景下，也可以拍出一些很魔幻的森林感觉的照片。除了前面的 APP 互动展区以外，后面也有两三个实体动态互动的展区。像这个展区，就是你踩上去这个 QQ 的球球，它会跳出一个啾啾啾的声音，上面还会有那种虫虫冲出来的感觉，很有趣。然后这一区最中间地上这个区块是一个软软的软垫，你踩上去的时候会有弹跳的感觉，然后灯光会跟着你的这个动态的区域会做一个分散，也是非常好玩。这是最后一区，选择一条出口走出去以后就结束了这次的展览咯。那我们刚刚已经参观完 Team Lab 展，出口从这边下来，手机下来就结束了。这个 Team Lab 展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，很漂亮，就是进去有一种魔幻感。那因为这一边福冈的主题是森林，所以里面都是动物啊，还有一些鱼类的生物。那透过他们那个 APP 的互动，它可以去涉及这些动物，收集它的图鉴。那收集图鉴以后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它的介绍。那第二区跟第三区也蛮好玩的，就是它有一些软垫的部分，你踩下去它有一些声音，会发出蛮可爱的声音。对，这个都是
在台湾比较少遇见的那种艺术的展览。那推荐大家，如果喜欢这种光影互动啊，或者是独特的这种艺术展览的话，这个是还蛮不错的体验，带小朋友来也蛮好的。那今天这个福冈的 Team Lab 展就推荐给你们喽。如果喜欢我这个片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。后续我会持续推荐更多更好玩的景点给你们喽。拜拜。